你来了。喏，靠近点。闻到了吗？这个神庙里发生了一些事，史莱姆、丘丘人，还有风魔龙留下的魔力连结。里面肯定很热闹吧？热闹归热闹，却并不危险。真遗憾呐、啊，北风之狼的庙宇，如今竟……我们走吧，少女。虽然四风守护已经不再有人祭祀，但古老的风不会消散。现在要去帮四风守护清理一下环境了。那么就让我来展示一下骑士团的战法。如果我猜的没错，庙宇的尽头就在那里。那理由呢？经验，常年做善后工作积累下来的经验。老实点，旅行者，好像没有神之眼，对吧？那你究竟是怎么运用元素力量的？是很神秘。这个如何？嘿，嘿，老实点，嘿，跳，嘿，跳，这个如何？是过来了，前面没有路了，靠风场上去吧。是水元素呢，用这个可以灭火吧？没错，相当敏锐的观察。不如让琴为你授衔，成为骑士吧。哥，嘿，爹，老实点。真是急性子你。真是急性子你。说起来，你们知道吗？
风魔龙也是曾经的四风守护之一，我不太清楚详细情况，有兴趣就让代理团长为你们讲讲故事吧。风魔龙就是靠他吸收力量的吗？很有可能。赶紧动手。哇，真是精彩，原来阁下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战士，刚才在庙宇里一路上的那些战斗实在令连骑士般的谦虚品德也已经具备了。阁下拯救蒙德的英姿，未来一定会传遍整座自由之城。今后有空的话，还请到骑士团总部来聊聊天吧。或者我也知道一家不错的酒馆哦。总算是有点收获，对吧？从风魔龙手里成功抢下一座遗迹了呢。那么接下来是我的善后工作时间，你们可以先去忙别的事。那我们就先走了。我就在想，以秋秋人的智能，怎么会想到有预谋的伏击？原来背后是你们在捣鬼。骑士团做事的效率可真够低的。哼，无妨，既然你也被卷了进来，那事情就变得更有趣了。